死神菲利克斯 Felix the Ripper 是一款充满黑色幽默的类仓库番解谜游戏。玩家要帮助菜鸟死神菲利克斯搭乘电梯穿梭在阴阳两界，想办法在不同场景中完成任务要求，取走目标生命。但关卡中最大的难题并非怎么杀生，而是要躲避阳光的照射。玩家要利用日晷不断地切换太阳的照射角度，并踩着不同物体的影子一步步地靠近目标。接着就只要看着死神一边抖动一边将目标摆放到正确位置，等待死亡降临的那一刻就好咯。以死神曼妙的舞姿搭配极致的谜题设计，喜爱解谜游戏的玩家们可别错过咯。